嗨，我是娃娃，又到了喵喵不专业手做料理时间。平常洋芋片的时候都是配电视吃，对吧？或是上课的时候藏在抽屉里面吃，对吧？今天喵喵要教你们洋芋片的三种小料理。今天要来吃的是这个卡兹新出的星爆薯球。卡兹就是那个卡兹爆米花的卡兹哦。喵喵每天都吃卡兹，最喜欢巧克力口味的爆米花。它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鲜脆海苔跟嫩感鸡汁。看，它每一个都是爱心形状的饼干的，淡淡的味道，没有很重的味道。很好吃哦，蛮爽脆的，不是重咸的，它是偏清爽的类型。你有吃过这种形状的？对啊，我没吃过这种形状的饼干，然后中间是空心的，吃起来比一般的洋芋片更多层次的感觉，很疗愈。因为它不会死咸，所以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，而且分量又蛮多的，上课可以吃很久很久哦。而且背面它还有留言板，可以让你跟学长告白哦。喵喵学长，你送这个给喜欢的女生就是跟她告白哦。我要这个请你吃。我不要，我要打他你。嫩汁蛮好吃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嫩感鸡汁。啊，这包怎么那么多啊？这包超多的，它分量真的超多了，跟一般的洋芋片比。不是在卖空气的、啊。它有一点有加葱的鸡汁的味道。对，最喜欢吃鸡汁口味的洋芋片。这包一样也是口味刚刚好，不会过咸，也是爱心的。用这个做料理应该会很好吃吧？我想要拿爱心丢你，你接接看。那个是我的技术太差吗？哈，再次，我不玩了。这个应该吃完一整包都不太需要喝水，对不对？我给同学吃。你干嘛随便跟人家告白啊？不行的，我爱跟谁告白就跟谁告白啦。好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喵喵不专业手作教室时间。法式奶油玉米汤佐酥脆洋芋丁。热热喝，快快！完成。低温烘焙神农蛋佐洋芋沙拉。帮你做一下健康检查，等一下就过去了。OK。椰奶汁。一个好。哎，小，我喜欢这个。干嘛？你煮沙拉的味道。先弄一些比较大块的碎片放在蛋上，丰富的口感，那个酱料啊，嘴巴擦一下，完成榛果可可黄金薯球，挂号情人限定，紧紧包覆，深深自在的爱，完成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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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为您隆重介绍今天的洋芋大餐，这是您的汤，这是您的甜点，这是为您用心准备的餐具，请享用。是你今天的主厨喵喵，你很懂得用餐礼仪。今天的味道还可以吗？没奶汁有点放太多了。我知道你爱吃甜啊，特别帮你加料。完食。浓汤的分数是一起扫星空5分，魔鬼蛋的分数是7分，可可球的分数是6分，
吃饱了，好笨棒，好笨棒，好笨棒。以上就是三种洋芋片的特殊料理小方法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一个订阅，然后开旁边的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鸡汁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把鸡丢到果汁机里面搅一搅，就变鸡汁。然后这个是加半只鸡而已啊。嗯，难怪不要不甜。